那这种铁片是在西欧，还有这个是北美这些配件是特别流行。然后呢，它是会标配是一幅画，它是有两个，一个打比方，我现在这个是一个墙面，它是上在墙面，然后另一个是上在这个是相框上面，这是上面那个框。然后它还会标配一个水平仪，直接给客户。然后是之后呢，他把这个是先上在墙上，之后用这个水平仪放在这里，然后看是否水平。OK，装好了之后，然后是它这一个是在生产线上已经上在这个相框上面，然后 OK 把这个是打比方，这是一幅那个画，之后直接是这样一挂就好了。它这样的话就是会比之前的那个吊环还有之类的，它在就是用户他在装的一个情况下，他等于要选螺丝孔啊什么的会比较麻烦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就是当它是它这里有三个孔，客户先首先弄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有一个。凸出来的这一个长的，然后可以调整这一个角度，之后再紧固，通过达到这一个水平线，那个泡泡在中间，就一个水平之后，然后把它紧固，中间再紧固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挂画了。相对于客户这样是使用来说会更加简单。OK。